来，无你继续先来，你讲来，你讲来。北青，北青，我们回北青啦，北青我们回啦。这样看，哎，你北青先卖，北青还只要就两个啊。你这样很好，北青，那台买晒，快台买晒，快台你吃了，吃了两只，这样很好呀。你无两两贵，我向我台啊，台北青都干听嘞，我只吃个好菜啊。这个好菜，不多钱的啊，不多钱。你赚两三，你赚两三，哦，哦，安尼对啊，安尼就太好啦。你想买，你就卖剩只做正价，你下早十月啦，我讲啊，下早十月了，一月、两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啦，八月啦，九月啦，十月啦，这来开三百块啦，十一月、十二月、三百啦，十三月、三百，十四月、三百，想买，有人买无啦？十四月三百块，这土地也无人卖，卖抢呢，很多百二啊，百二这大只也无得上的，无人卖。三位五百，这三位五百，这三位五百，四百了啦。
三百啦，三百块啦，阿妹我给三百，好不难买啦，过来啦，三百块，阿妹这边是三百，你讲三百块啦，三百来就买。我现在三百最后一个，我三百，三百块，三百，过来买啦，最后一个啦。你那个蜡烛有没有钱？没有钱啊，回去自己抹烟啊，一包烟花才15块而已啊。三百好不难买，哇，好高嘞。安尼出声，出声无话。来啦，来落雨啦。哦，我，不习惯路呀，啊，习惯路啦。我刚刚也习惯路。这个旁边，我刚刚习惯路。我一到你家，我就单调。刚出门啊，那那要，要什么不办？买下就好呀。买来吃啦，300块就好了啦。我来一个两个三四啊啦，还是五啊块哩，三百，好无？200块了呢，200块，不200块一暗两个三啦，还四啊来五啊，五200块，200块了，蟹管肉啦，这个啊啥？青菜啦，炒青菜，炒啥物？一条海鲜跟然后啦，一条汤然后青菜啦，还佫两块现在200块，蟹管肉这不是米粉做，当作米粉做的哦，还有两块，这超市一家了卖120块啊，四啊块来五啊块来200块，五盒200块啦。200块上几百啊，算上贵个啊！你单价算上悬的，你有一尾啊，一斤了还要收钱呢，一斤700块，你一尾啊重，一尾啊较无一斤啊，还算150算，算150，一尾150，一尾300，现在300块了，少食起来300，就300块了，不3300块了，有想要食鲈鱼的，再来吃啊，300了，3只300，哎呀，4只300块了，吃4只300了，4只300块，一只出75块，300。300块啦，300块啦，一路就赚100块啦，300了。哎呀，都在哪里啊？东西都有行情，不止人家最好货啊，300，好不好？看下来。来，最近两位吧，80想买。是啊，头前买上啊，头前迄个钱来讲，你搁一百，哦。等下，这些单我不下。等下你搁卖，鲍鱼卖了啊，来，我等到你来。没有，等到你来了。那得啊。哎，我这个到这边，你收到这个的。到底够 OK， 来，你搁想吃啥？多少我买 OK 呀，是吧？想买 OK， 买 OK， 走到两个走呀。我买一个 OK， 只赚那杯鱼少少，你走呀吗？就是唔敢呀，就是走呀。想买 OK， 你买 OK 无？哎，起码够晒。OK， 第二个呢？一年来买300，你敢买300？干的，来了。分享起来，分享起来。把后面还要拖出去。不要这样玩了，这样只会你排了，只会我排你八分才够。两位三人啊，三位四位要700，500块不要。这五位500先卖100块，500块，这5位500。哎呀，哎呀，两个人去啦，你讲两个人去啦，无啦，两六只无啦，500块了，500块了，十寸木700块，500块了，500块，500有无？黄金叉500块，500，无人来啊。什么呀？我无跟你做掉呀，跟你做掉，你只个做掉呀，做掉最忙做掉啦，做完了会啥会？第二个想买啦，三只第二个有无？哎呀，要，我现在250啦，第二个，还是变矮。你要不要放桌子上？不要再等了，250谁要开？第二
二啊五，我招一个总费五百，想买个就是几块砖做而已啦，500块了，五百只有哦。都声也袂话啦，我想要食啥，我想要螃蟹想买啦，螃蟹爱食个今年安尼啦，卖讲上500就400免啦，300块也免啦，然后平白烧个今年啦，再来烧啊。来200条啦，小麦这条来200块，200块啦。等于菜阳双爽蛋，好食200块，200块螃蟹啊，恁规只拢会食呀？200块，200几钱了？200块喂。现在跟过年前不一样，200块吃过，两个人也是平时生活中带回乡在做这大只啊！大哥，你今麦拢愈做愈大只呢？我今麦逐工卖拢这大只。500、300、300。哎，只会做。我两只黑鱼，我300块。阿强，阿强在做什么？做黑鱼嘛。黑鱼呢？做鱼，明天两包来，再收来，两包来。我的建议啊，给我啊！好，我们这海鲜卷的我，这一口下来了，一口来了，你赶紧报进口钱我一边啊！小七买一口两块两刀，你买袂着，先来了，1234567，你再做七点六啊，我七点六，前买一口，下早一口袂百五啊！好了，拜拜，前买一口无啊，100块你啊，我们这海鲜卷的无。我的朋友啊，才对啊，不过能够小你啦。海鲜卷，大块你就无得买啊。海鲜卷，一瓶一百块，对。那个用钱你也无会吃冰冷冻，啊，没有要吃冰冷冻。啊，不是钱是唔免退冰，用退冰拿下来直接做加餐啦。冰冻起来是吃钱会使啊，100块了啦。个人还无100块，100块，我一包下来，100块啊。来，黄金岛，要死啦。安尼啦，你搁要食啥？300哦。你老公搁要食啥？虾仁。我出来那个去夹我哦。300块，夹有300。他用卡嘞，用钱。哎，对，他就是用卡嘞。我用钱嘞。有人问我安排什么？买那么多要干嘛？不会都是亏。要不然我之前那个。我是去看了那个虾仁啊，大概我手指这么大。个人买无300块，虾仁啊。我今日卖偌济？哎呦！哎呦！你要请人食虾仁啊？你。卖车大声啦！你嘛手干嘛？麻烦听听。好啦，不挂。我这就。第三站的是这贵的呢。人家爱沙发的，你有事？哎，你这套进来，套进来，这贵新弄啊，贵新弄啊，贵啊！我这是盖好的，这是盖好的。你这刚才菜要什么？这套进来有点好，有点好没啊？弄个搞，如果有点好，我还得。我招五个人去，就六个人去，就七个人去，好不？哎，你是啊，四只，两四只够的。真正有啊，最好是新弄啊。所以我觉得你在吃啊，一斤拢35啊，六个条，收到就4-5千块，我卖你六个条啦。你这个可以啊，你唔怕，吃啊够够啦。啊，这个吃啊，才1000块了，1000条好不好？好啊。今天啊，你到底是要看看牌？你偌济是要搞的？像我朋友来阮家，无人来。看我车库呀，两卡运动。几贵啊？安尼几贵啊？阮家还30。安尼几贵了？看无？几贵了？2、4、6、6只。咱这两只，我讲看你要放哪只，咱这个两块钱，两块钱，这上便，这上好买啊，较细块上好嘞，哇，细块较价啦，卖老贵啦。
八千块，五百块，五八我搞定够钱了。小姐来，五百块够现在五八，最后三个五八，最后三个跑五八。来，好了，谢谢。五八无人来哦，无人来，两个哦。贵哦，贵哦，我不吃。哎，不看了，贵贵了，是。你有人要吃这无？要吃这类的无？我要求你这点鱼啊，大只呢，平乌的哦，真平乌的哦，都四只两无啊，这个好吃。都四两片的，你不要紧，这些乌要啊，这些你乌要照放的对吧？我讲无啦，你为这大只先到鱼，无啦卡位啦，你要放几千块先卡位，哎，我四两片我啦。吹吹吹吹吹吹，两位两位。无聊吃到啥？真正我跟你讲真的哦，啊无聊吃到啥？我跟你，我老实跟你讲啊，我只老实跟你讲啊，这两只涨，涨了无了，涨过两只，涨两只袂了得，过百，涨两只过百，你来较紧的，了钱吃实在的啦。你有想要吃的哦，两个人去对吧？无啦，要花我收着，我收着，我本钱偌济嘛。600了啦，一三百块，恁搁想啊？这种鱼啊，一三百块，你有收袂了？哎呀，可以。600了啦。600。哎，600块了。哎，加个钱花了，谢谢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这些是大肚鱼，这大肚哦，你袂使人骗啊，你这大肚鱼啊，这大肚鱼跟四啊八呢。你敢咱老师的这一只夹一只出价嘛200块，一只三袋，一只三袋啦，三袋还卖卖600，两个人去了，一只三四袋，一只五袋，一只五袋外，500块，500块，500，我拢买来1000块，拢买来1000零，拢买1000块，不可以。来，这场很拽，好不好？这边小姐要买对不对？没有啊。不要，要钱。1000块，
两百块钱呀，不好，无啊，无了，还能够啥？鳄鱼花，飞机丸，飞机丸有得卖无？啊，一百块哟，飞机丸价100块了，100块了，100块，一百不会几百块，几百块就100块，我去把线买了，那个都500-300了，我随便你搭配了，都有人爱我七八块，一百，我几个现在七八块，100块，都是包人爱我，都是包的，几百块，老姐不见了。来个一包先来，你是要过温啊，回去玩啊？温啊！这个龙虾你过一包来嘞。啊！我唔知要为啥，今年来鱿鱼花袂卖啦，你袂卖这个卖不啦？你爱食个今年啦，你两包啦，我爱食来100块一包好，你个100块啦，一包啦，今年个我本来收啊，你都唔吃个啦，今年一包好啦。八十八了好了，休息了。OK。
爱推车，对不？虽然你有大算好难嘛，只爱推车啊。好久没买一次你有大硬汉难嘛，只爱推车，爱红杯。拜拜了。好，拜拜拜。你过来过来，今年啊？什么啊？这样一盘五百块。一百块了。好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两块钱因为包是八块钱。可以将这个一包呢？200块。这是多重？300。2公斤。等于吃啊，行行的啊，行行的上厝边过吃啊，啊无门口摆一只行鱼啊，我几头未啊？几头无啊？你早未啊？塞过，所以里面还有虾，还有其他鱼。
付完你啊，给你，你就跟我，你就讲我给你当空气。你也不过刚上来而已，你不敢讲哈，林青青，不要逼我把你的本名说出来。现在这北京安尼一台两包过来，你看一点仔饲袂歹啊。大家拢唔敢怪啊，你。就怪就怪。我大家唔敢怪啊，你。